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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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
然后你如果你要撑久一点，你可以把速度放慢，可是那个基本动作还是要做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你会被无限放大。像你刚刚做的很多的打法跟技法，就是基本动作，其实人家看的是你基本动作没有做好，而不会看你说你一次撑多久。你可以做慢，人家我真的很累，我可以做慢，然后我该打还是打，该翻的时候还是翻，然后不要翻的那个，就是翻的很别扭的感觉，尤其是像口水卡埃西这种很容易被人家抓到把柄的东西，你说使用那个那个还好，你翻反了或怎样都没关系，但是像口水卡埃西那个，我先跟你讲为什么啦。口水卡埃西，如果你用做侧边翻的话，如果你时间差抓的很好，那没有关系；如果你时间差抓的不好，人家都说你这是自己翻的。